实现梦想需要蛮大的勇气，我们就来看到，这是分别来自北中南三地的三个大男生，他们在求学念书的时候，都曾经因为他们身上具有一些女性的特质，遭到他们同学的排挤。在四年前呢，他们一块儿考上了中山大学剧场艺术系，结果呢，他们重新在对方身上就找到了自我。三个人呢被称作是聚义三花，每一次呢反串的时候总是会造成学校的话题。而在画面上您看到就是这个三个大男生，而现在他们在校园里头也很大方，都会穿着女性的服装，而且感到非常的自在。现在毕业在即，他们说他们是单飞不解散。